Hello，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全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积极的追踪我的 IG、B、Twitch、BB 还有几 i s c o 在一月六号，天天姐微信官方公告，这是全新的英灵优属性的离忧哈，优、哦、属性的离忧，现在优属性的角色开始疯狂的出了吗？那优属性的离忧呢？狮子是御风哈，从宙斯变御风。 那天赋的部分哈，面圣礼拜，主动攻击对战中，武功提高八趴、十趴、十二趴、十趴。那行动结束的时候，对十至七个范围内的一到两个敌方施加一个随机的有害状态和幽禁的状态，随机有害跟幽禁，好，持续两个回合。反正就是六星的时候，从五星开始就是两个敌方了。那幽禁的效果是自身一格内无其他友方行动力减一。1, 与绿对战中呢，就是攻击免伤降低十五%。虽然是优属性的理由啦，不过他这边的名字是写绿的哈。好，冥界的化身好，廖夺色令，攻击单个敌人造成一点五倍的伤害哈。误伤提高三十%。对战前夺取目标最多三个有益状态，很多诶、欸 若夺取数量达上限，则伤害提升二十趴，伤害提升二十趴哦。那提升目标，不过他天赋的部分是提高武功，要提高伤害，不错。然后提升目标或目标触发抵挡致命伤害的效果，则自身则获得再行动。哇塞，哎、欸，等一下，那这样子冰离冰离会很容易狙狙哎。 哇，那要、個、很小心诶、欸，哇塞，诶、欸，他是专门出来克这些角色的、啊，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而、欸、且这一招真的，这招很痛诶、欸。好好贼哦、喔！然 <laughs> 后绝学绿系万变，射程四格，主动使用的时候传送一个目标身周的指定空格。OK，传送技能十字身两格范围内友方跟敌方的有益状态、有害状态。 持续时间增加一个回合，并获得再行动两个，就有点像是理由的那个跳过去那个，有点类似啊。自身有方、敌方，然后是你附近有有自己的伙伴跟敌人的话，会增加有益状态跟有害状态，就多了这个有益状态的部分啊。哈，然后设成四个哈，然后在绝学,学重命格杀是单体技，是一点三倍，然后对战显示下优缺哈。 这还不错，持续两个回合。那目标周围一个没有友方的话，这本次攻击无视护卫哈。一个没有友方，这本次攻击无视护卫，而且误穿提高三十八。OK，好，这是无视护卫的单体技啦，然后优缺就是无法被友方治疗。OK，好，再学一学纷乱这个字怎么念呢？看起来还是纷乱熬，哎，纷华熬乱。 单体击是零点五倍，基于当前被弹射目标两个范围内进行弹射，并施加幽禁。然后两个回合，哇，这是只要中的人看起来就是会得到幽禁的 buff、哦。那目标一个内无其他友方则施加幽禁的效果。最多弹射五次，优先优先未被弹射过则在弹射范围距离目标最近的弹射目标无法重复。哈、哦，我看一下、哦，他是说。 目标一个内无其他有方则额外施加幽禁。嗯，还会被施加无法行动的禁闭。哦，对不起，看错了，是禁闭了。看起来是幽禁一定会中。那禁闭就是看一个内无其他有方。OK，好，刚才看错。神秘决学哈，其中自限目标一个内无其他有方则对战或造成一次的固定伤害，是误攻三十八。使用决学伤害后可以。 可传送，可选择传送到西带幽禁状态敌方身敌方角色身中的一格指定空格，并获得闪避。哇！使用伤害绝學,学之后，可以传送到西带幽禁的角色哦，角色身中一格指定空格，并获得闪避。哈，诶、欸，<laughs> 我的神命给的不错啊！哎、欸，这个真的是给不错，虽然没有阵法。 但整体下来还是蛮不错，而且施加幽禁跟禁闭，幽禁是最多的啦。然后攻击伤害也蛮多的，而且尤其是这一招单体技哈，就是击杀目标或者是目标触发这个抵挡致命伤害，你可以再获得再行动。好，那以上呢就是幽属性英灵的里欧。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角色呢？那喜欢我的频道就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推送的 IG、f b 推取 BB 还有 Disco。感谢各位，请收看，大家晚安，拜拜。啊，不对，我今天应该我应该是中午上片啊，午安，拜拜。